哎，不是不是。不是我没明白，哎，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，就是我叨的是隐私，完了没有的事儿。那你的意思？我逗他玩呢。那你的意思就是假的？那明白你们的意思了。啥意思？在这扯犊子呢，是不是？那怎么能叫扯犊子呢？那叫啥呀？套路。漂亮，完美。哎。黄小黄女士啊，你看见前面那个路了吗？看见啦。哎，一直走。哎，一直走。对，别回头，一直走。怎么了？简直走，然后右转就到你家了，赶紧回去吧。于小亮，你啥意思啊？哼，没啥意思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车位不是你的了，现在这个车位是我的了。是你的了？对的。那是赵刚子让你给我站的。错了，现在我于小脸是为正义而站的。行行，那你告诉我正义是谁？你正常点行不行？谁不正常了？你不正常。喂，秘密啊，我在车位这呢，来吧，这个车位我给你占定了。好了，完美。行啊，于小脸，行啊，我不能占这个车位，你能给秘密占是不是？对呀，人家有正经事儿，你没有正经事儿啊。行。于小亮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我跟赵刚子啥关系？呀，给我摆造型了。你跟就是物业与业主的关系，不对。那啥关系啊？说不清的关系。我告你，于小亮。你这车位今天要是不给我，那一会儿赵刚子来了，我告诉你，谁叫我呢？赵刚子，哎，王小华，你来了，刚子哥，你可来了，于小脸他，啊，于小脸他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于小脸他，于小脸啊。你对他做了啥？我对他做了啥？我忘了呢。啊？咋的了他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对他做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对他做了正义的事情。骗人？谁骗人？他骗人，他要把你留给我的车位给秘密，是吧？对呀。啊？你看，小脸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！我刚才走的时候你怎么答应我的？是不是把这个车位留给人家黄小华呢？对呀、啊。你怎么能留给秘密呢？啊！你还跟我说你大义灭亲，你灭了谁了你？把你灭了。闭嘴！什么灭我？闭嘴！你们埋汰，苟且。卑微微，卑催呸！你瞅你那个熊样，还我卑催？我们怎么卑催了？啊！你再整两句词儿，把这辈子你会的词儿你都整出来了，整出来呀！王小华，告诉他，你找我是有大事儿的。大事儿？跟他说什么大事儿？我告诉你，可大的事儿了。大事儿！我闺女一会儿来，她闺女带我去买衣服。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事儿、啊，什么你闺蜜来干什么玩意儿？啥事儿？你闺蜜来干啥呀？闺蜜来，这是车位给她留的吗？一会儿她陪我买衣服去啊。不对，你不是跟我说这车是给你留的吗？你不是有大事吗？关乎你的形象，形象。买衣服不就是形象问题吗？那还有隐私呢？外面的衣服是形象，里面衣服不是隐私吗？那也不对呀，还关系到咱们社区的安全。那我买完衣服，我一高兴，是不是得喝点小酒？那酒一喝多了，我们小区安全还能有吗？不是，那还关于我个人的安全呢。我每次喝完酒都作谁？我呀。对呀。那不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吗？最关键的就是说，关乎到你的人生还能挺多久。那你都不让我停车，那我就去买不了衣服，买不了衣服我就喝不了酒，喝不了酒我就倾诉不了，不能倾诉我的人生还能挺多久。哎呀，那还有否则的？否则我就把车停外面去了。